将赴吴兴，登乐游原。七言绝句，唐·杜牧。青史有味是无能，闲爱孤云静爱僧。欲把一挥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。将赴吴兴，登乐游原。唐·杜牧。青史有味是无能，闲爱孤云静爱僧。欲把一挥江海去，乐游原上望昭陵。杜牧终于要走出长安城了，这些年虽身在京都却不被重用，他心里很憋屈，又无法直接抗议，所以玩了一次正话反说的套路。国家太平，自己无能，爱孤云野僧都是假的，他多想施展才华来挽救国家严峻的形势啊。如今被外放到吴兴，走之前登上乐游原眺望昭陵，心里无比怀念当初唐太宗任用贤才开辟大唐盛世的时光。现今的国家真的不能变好了吗？临行前的深情遗忘是杜牧对长安的最后留恋。从新开始，展翅高飞去也。